成我現在做的一篇文章，叫做 一位好老師。我想問你覺得一位好老師應該有什麼表現呢？我認為一個好老師要公平對待學生，就像李老師一樣。李老師對待學生能一碗水端平，妥受學生歡迎。是不是真的好像李老師對待 學生能一碗水端平，妥受學生歡迎？是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多謝曬啊。再見。報告報告。什麼啦？剛才我隔離屋的小孩子咯，踩到我又不跟我說對不住。那你應該教他跟你說對不起啊，這是禮貌的表現。他經常都不聽教，又駁嘴駁舌。你應該跟他說，有教養的小孩是不會跟大人犟嘴的。好，不如你再說多次哦。那我跟你說了一遍，有教養的小孩是不會跟大人犟嘴的。有教養的小孩是不會跟大人犟嘴的。是，就是這樣。你教了這句，不如我們一起吃東西了。走。好啊。我哋今次咧系做两套剧嘅，其中一套剧咧系讲亲情，另一套剧系讲爱情嘅。呢两套剧系相通嘅，点解相通呢？首先我先讲第一套剧啦。第一套剧讲亲情嘅剧咧，就话说有一对子姐弟啦，受到一碗汤面嘅鼓励而发奋上进啦。而后来嗰个姐姐咧就做咗咖啡店嘅另一套剧咖啡店嘅老板啦。嗰个老板娘咧，原来系有第二个男朋友嘅，点解呢？因为佢之前失忆，咁个主角咧，个男主角就系、是。我女朋友的第一个男朋友啦，咁佢咧就翻去咖啡店，就想揾翻个女朋友见翻佢面，再讲翻以前嘅回忆嘅事咧，令到佢谂翻起，再同佢可以复合翻，但系最后都复合唔到。今次最难嘅地方，因为今次第一次做导演，大部分好多演员都系啲好低方嘅。小朋友啊，同學仔咁啦，首先要執一執佢哋啲秩序上嘅問題啊，咬字咯，成日都俾人執咬字咯。喺感情方面要表達得好難咯，有時話要對住佢有啲可憐嘅感覺咯。首先要多謝 Key Sir 啦，同埋兩位導演。咁 Key Sir 咧就抽咗好多時間嚟幫我哋排戲啦，幫我哋執戲。之後兩位導演咧就俾咗好多心機同埋時間嚟都。集合我哋一齐排戏咯，都多谢佢哋。6:00开演啦，好紧张，心情好兴奋。Good show。1、2、3，Good show。我暂时是几时啊？是5年啊！呢5年我做佢，好辛苦。我试过喺街上面撞到佢，我都要扮唔识啊！我谂你既然咁中意呢个女仔，其实佢记唔记得你都唔系一个问题啊。最紧要嘅系你对佢感情啊嘛。最多你咪追多佢一次，拍多次拖。其实都唔错噶，几好啊！如果
forget the past. You can't forget love and pride. Because of that, it's killing me inside.比較好啲，我諗因為大家今次比較緊張啦，因為今次我嗰套片咧，嗰四個演員咧都係完全冇演出經驗嘅，第一次演出啦，我諗大家都係啲緊張啦，所以略有少少失準啦。特別我自己需要有扮聲沙啦，係突然沙聲。我甩漏咗一句兩句啊嘛，緊張第一次。學到好多好多嘢，特別係多謝我哋嘅導師阿 Keith。其實咧就想俾啲細路仔啦出去啦，去感受一下出面嘅劇場係點樣嘅，同埋咧可以同其他嘅單位叫做有啲交流啦，同埋咧希望去見識下，因為我覺得細路仔好少機會咧可以喺其他嘅出面地方演出，同埋咧我覺得都可以俾佢同其他朋友去交流，同埋佢哋開心。又到了冯 Sir 真化学的时候了，今天我会介绍一只很特别的塑胶给大家知道，就是尼龙。尼龙英文是 Nylon， 跟我说一次 Nylon， 读得好。尼龙在生活上有很多用途的，例如尼龙绳、球衣、鱼丝或者红白蓝胶袋都是尼龙做的。尼龙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，就是尼龙是很坚韧的，坚韧英文是 Tough， 跟我说一次读得好。尼龙这种坚韧的性格呢，我想大家学习，如果人生都是这么坚韧的话，坚毅失败挫折跌低了起翻身，就好像尼龙那样硬坚韧坚强。今天呢我们会做尼龙给大家看的。尼龙呢是由两种液体的原料呢混合在一起呢就会产生尼龙。那两种原料呢分别呢就是二酰龙大 A 硝 chloride同埋二安大 A 面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又嚟个比赛啦。三位参赛者咧会整一啲尼龙丝出嚟，我哋要尼龙丝斗场。咁呢个比赛咧就叫尼龙王。好啦，开始。哇，好神奇啊！大家见到两层液体嘅交界咧，开始出现一啲尼龙丝啦。三位参赛者都聚精会神。哇，斗短啦。哇，男参赛者好劲。哇，好长。如果你條生命線有咁長咧，你一定長命百歲。兩位女參賽者都不甘示弱，哇、哦，好長，繼續。哎呀，好啦，最後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夠鐘，停。哇，結果好明顯啊，今屆嘅尼龍王就係、是、你啦，謝謝獎品。好啦，最后啦，我哋一起整样特别嘢俾观众睇好嘛？一、二、三。